这一轮头程走西啊。好，我们今日继续呢，在行脚台湾第二十一天啊，第二十一天，我们前往继续在台北宜兰中间，这是最重要，也是918弯啊，也期望这附近所有的万姓万民皆能够回归啊，回归希望自己的世界，还有这边所有有鹿茸的，我们现在都完全能够停止杀戮啊，用慈悲心来面对每个当下啊，每个当下阿弥陀佛。